怎么教小狗狗在指定地方上厕所？何涛，职业兽医师。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狗狗专用的厕所、尿垫或者报纸以及诱导剂等，将狗狗专用的厕所放在一个安静并且通风的地方，在尿垫或者报纸上喷洒诱导剂或者涂抹狗狗自己的粪便或者尿液，然后观察狗狗的行为。当狗狗出现低头转圈或者到处嗅的时候，表明狗狗想要大小便，一般在饭后10到20分钟左右。此时主人可以将狗狗带到厕所，等待狗狗完成大小便。狗狗正确在厕所大小便，则给予口头奖励和零食奖励。如果狗狗没有拉在厕所上，需要给予小小的惩罚，但不要打骂。最后需要做的就是重复按照上面的方法多重复几次，让狗狗慢慢的养成定点大小便的习惯。